人民的天心声看是怎么样。清来啊，水就歹啊，啊，入侵在这个国小，常常就闻到酸味。那我在做的过程里面，有为了酸味做了一个彻底的研究，今天没有空讲，那就很明显可以知道有哪些东西是从六清来的。那这个研究的经费来源是空污会，所以不能做水，所以水很严重，我说不能做水啊。精卫是不能去做水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一个环境的空水土壤，你只能做一部分啊。我们看张律师怎么。